之后只要是达到66拍，他想听什么歌舞，我说兄弟们唱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唱。哎，挂了。来，各位，预备，唱。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听说我们小店来了很会唱歌的朋友，我们是本地的唱山歌的，想来以歌会友。来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有帮大的呀，帮帮兄啊，有等亲辈，一根招牌。安哥，你好，你有你的快递。没有啊，我们不是有杨迪送快递来吗？这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来送券了。大老师，哎呦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大促销了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到我们店买空？5、4、3、2、1，进店快抢，快抢，快抢！进店10分钟之内，所有的东西100块钱减15块钱，好不好？我们4点还会有更大的优惠啊！拿着你的粉红色的回忆来走你。明天真的要关店了，因为被卖空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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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